又下掉，砰！我没碰到，我都没有动。但是，你等下等着阿伯要较注意哦。我唔知是阿伯还是阿桑哦。可以开，来开嘛，可以开。快开门！刚才，你上网语料会靠声的，我那你上大声，你出来，敢那吓惊到阿伯啊？加上，对啊，伊上个语料会较有声诶。我咧讲，等下若确定有人，你要先出声，不然他会吓到。好、嗯。你阿公拍谁交料？哎。我自动一下，我先看一下四周有没有安全。我先看一下四周，我怕然后突然突起。不，咱行右边，先去右边了。在左边呢、啊？他出来看，来看，来看。哦，当初是在左边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怎么会有一个拐杖啊？下去，你先走下去。有点奇怪，哎，这间应该有吧？那我查某的啊。因为我找我呀，而且你床头都整乱了。你们先看。哎，奇怪啊！之前我来，那这个、啊，各位这一次来好像有点怪怪的。墙角这边已经因为地震的关系都裂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里有女生的鞋子。你家够贵的呢。有啊，哎，你有听声吗？有啊，有听。你有听声吗？雷导哥，啊，他在下面。确定？之前来，我跟国伟来是在一楼。哎，我来讲。他要看吗？不要开了。OK。那厕所。你有听到？我够听到。你有听到？嗯。就帮我徛伫遮，佮响一下声。来，我那你行头前。而且你这女生是一般女生吧？一般的，传统。我感觉好像是杂货店吧。哎、欸，这个比较敏感，这个不要讲，因为之前我跟观众讲过，就是以前老旧旅社都隐藏一些那个，也是为生活啊，就是灰色地带的一些项目。这有凶器耶，是不是有凶器？对啊，你看，它有这种红色小灯啊。
还有小丽。你若离我太远，你就先莫讲话，无我收音收袂着。对，啊，若要讲话，要较大声。好。你莫弄门啦！我弄门拍得就好诶，我怕你撞门，真的有人会吓到。来，你进来看。全部都是棉被跟枕头。那边有一台洗衣机，猜。他应该人在，因为我看到有一袋垃圾。啊，这下面还有照片呢。来，过来，过来。看这里，那里有一包垃圾，应该是要拿出去丢的。你记得是哪一边吗？记得。我先过啊，红灯。我刚过过来，全部一辆，等下。行嘞。我刚过过来的时候没有，哎，而且桌上的报纸被收走了。左边走过去之后，最后面左边那一间。你讲啥？我说里面有人，有可能在睡觉。我用笔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有风扇声音啊。那要甲讲吗？哎呀，你如果要往后退，你东西就给他来。你甲讲，拍摄。我阮听讲有人讲只有人住，哎，好，歹势有够滴啊，歹势哦，歹势够滴啊，有啦，我确定有人啊。门关起来，怎么可能？我那时候就有人拿手电筒出来照，怎么可能？还是这边的？还谁啊？要硬开吗？不要硬开，那应该没人。没人。不可能啊！那时候就有人拿手电筒出来照我跟果果亲眼看到的。来，走过去。
过也不可能啊！我那时候跟果果真的是被吓到，有人就拿手电筒出来照，怎么现在没有？很多红布啊！而且那黄布也是新的啊！不是黄布，是红布哎，安起来。我知道，在浴室里面。丸子说的是这里。往前走，这件事情太奇怪了。那时候我跟果果就亲眼目睹那一间有人开门出来，用手电筒在照，而且因为刚刚里面有一种风扇声，对啊，所以就很像有人在里面吹风扇，对啊。然后刚刚我一直在东张西望，是因为我很怕，因为他们万一有戒备，真的有人，他可能会拿东西保护自己，我也很怕他突然间攻击我。丸子，行吧，最后过去啊，安尼无多。还想说带东西过来，没办法。